大家好，我是青岛中学国际部的韩国留学生于熙赞。因为喜欢中国春节，想把我喜爱的春节分享给更多的人。我这幅作品的名字叫《淡发的中国童年》。在这幅画中，主体部分是一直在月球上坐着宇航员的兔子，他手里拿着红包，穿着宇航服，背着一个大包裹，画的背景是一颗蔚蓝色的地球。宇航员兔子正在等待出发，前往地球。开启新的中国童年。我画这幅画的灵感来自于玉兔的中国传说。前段时间我正好看到了关于中国探月工程的新闻，然后有个叫玉兔的月球车将在月亮上工作，它将给世界带来回来月壤和关于月球的研究信息。所以我画了一只宇航员兔子，将给世界新的一年带来幸运和幸福的礼物。这也是中国文化带给世界的新年礼物。我也接着这幅画，祝大家兔年大吉，万事万事顺意，再见。